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意思意思，今日嚟到呢间餐厅食饭，食嘅系烧烤，名字系一阵先讲。呢、這个位置喺边度呢？就系、喺 Eglinton 同 Warden。咁对于一众朋友住喺士嘉堡、曼锦或者 Richmond Hill 咧，对于佢哋嚟讲，或者都系比较难一啲嘅。咁点解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？咁最主要因为佢系新开张啊！正式嚟講是燒烤同埋日本餐飲食，名字是 Charco， 相信大家都不會陌生噶啦。咁我哋之前在 Richmond Hill 嗰間 Charco 亦都有拍攝同大家分享裏面的食物質素啊咁樣。咁點解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咧？咁最主要咧喺呢個商場嗰度，購物娛樂一站式。咁好多時我嘅同食肆師老公咧都會嚟呢度行街啊食嘢。咁特別係之前咧喺同呢個商場裏面有一間食 buffet 嘅地方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，叫做 Imperial， 咁已經係不再營業。咁嗰陣時我哋成日都嚟，因為都係相當之抵食，特別係佢會成日都派啲 coupon 俾呢度嘅街坊啊咁樣啊。咁我個朋友仔係住呢頭嘅，咁所以佢俾我，咁我嚟呢度食。咁但係唔緊要啦，都已經此情不再啦，因為嗰間鋪頭即係頭先所講啦，嗰間餐館都已經冇再營業。咁所以今日就嚟到呢度，俾我意外地發現 Charco 喺呢度開咗張啊！失策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当我们来到在门口见到他们一张大大的海报，大大的字写着买三送一。现在我打这位朋友都已经太迟了，所以如果望入门你们是想来这里 Charco 吃东西的话，就最好凑齐四个人就可以有一个免费。但是温馨提示，刚才我都问了经理姐姐，她的这个优惠只是限于新开张这间 Charco， 其他是没有的。入到嚟餐廳咁啊，梗係同大家講下啲咩食啦。咁喺呢度温馨提示，喺 Charco 呢一度嘅 All You Can Eat 咧，係有兩個 menu， 分別就係 Classic 同埋 Premium 嘅。依家多倫多好多餐廳都係用 QR code 點餐，咁至於 Charco 呢度咧都係唔例外嘅。咁至於你話真係想睇下佢個 Premium 同埋 Classic 個餐有咩分別嘅話咧，咁可以睇翻我哋熒光幕打出嚟咧都可以嘅。除了係飲食之外，在 Charco 亦都有啲嘅特色飲品。咁既然我哋諗住食一個飲食，慢慢食的話，咁啊叫翻兩杯嘢飲嚟到嘆下啦。咁已經嚟咗啦，喺我面前呢一杯飲品咧叫做 Mango Mix。自從我第一次我都唔記得咗喺 Destiny 定喺 Charco 飲過之後咧，直頭愛上啦。以後嚟親 Charco 也好，去 Destiny 都好啦，都係叫呢一杯飲品，咁啊相當之美味。大家睇睇，我覺得好似個世界盃咁啊！可以攞獎噶嘛，好犀利！咁呢個 mango mix 裏面咧，就最主要係有啲嘅 puree mango 啦，咁同埋都係有啲嘅椰果。咁另外咧，仲可以有 option 可以加另外一啲嘅lychee jelly 啊，或者係 mango jelly 啊，都可以嘅。咁詳細情況睇翻個 menu 啦。我嘅攝影師老公不斷叫我豬膽先啦，豬膽先啦，因為係即係呢一個我講呢個 mango mix 實在太滿啦。透心涼。好 slushy。至於攝影師老公叫咗呢一個係 peach 嘅 sparkling water， 裏邊係跟一啲魔珠。啊，係咪都叫魔珠咧？就係反正係咬落去嘅時候咧，係卜一聲，裏邊嗰啲果汁係出咗嚟。所以我都覺得係有得飲、有得食、有得玩。好味，我好中意飲呢啲 sparkling water 咧，即係貪佢有啲氣。又不太甜咁樣，正。食燒烤之前就食翻啲前菜，例如係泡菜啊、海藻沙律啊等等啊，咁但係亦都可以叫埋呢個日式壽司、魚生。都話噶啦，如果早知真係買三送一，叫埋啲朋友嚟，可以叫多啲唔同款式嘅卷物啊嘛。咁啊，如果叫得太多，我哋兩個人又食唔曬，係咪？咁啊，係咁樣叫少少啦，我又唔想嘥嘢。食咗一個 round 先，其中一樣只係喺 premium menu 上高出現嘅就係呢個 cocktail shrimp， 爽口，諸葛里啦，三 A strip long， 呢個。亦都係上次喺 Charco 食咗之後一試難忘，每一次去都會叫嘅啦。即係我哋個 premium menu 上高呢個係 prime rib steak， 喺呢度 Charco 食真係好抵嘅呢一個。
在史家堡 Charco 呢一度，我發現了一樣嘢，就是佢哋燒烤爐是用電爐的，咁之前我哋去過幾間咧，都是不同的。咁用電爐的分別，以我所知道就是話安全啲啦，咁啊唔使用 gas 咁又好容易發生危險。咁同埋就係電費應該平啲啩。咁同埋仲有應該就係嗰個板面嗰度清洗比較容易一啲。純粹估計嘅啫，會唔會係咧？即係都要問翻啊店主或者經理先知啦。講起安全咧，我又覺得喺呢度食嘢都係安全嘅，因為我相信大部分嘅燒肉店咧都會有咁嘅裝置噶啦。咁我哋而家坐緊呢個位置，每一張台咧上高都有一個自動灑水裝置啦。咁即係如果有咩事嘅時候，咁都會係安全嘅。咁同埋周邊嗰度啲牆嗰度咧，我都見到有好多嘅滅火筒，咁所以呢樣咧係一啲都唔擔心。我哋發現電爐咧都 OK 嘅，因為燒出嚟嗰個效果都相當之唔錯。不過咁時間咧就用耐咗啦。咁啊，講起時間咧，睇翻個 menu 入咗之後，即系食嘢嘅時候咧，就係、是、sitting time limit 係兩個鐘。咁啊，網友們，哇，都幾靚喎呢個，唔好網友們住啦，都幾靚喎，燒得。食完第一輪之後，第二輪想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叫咗啲乜嘢。呢、這個係羊肉片、牛五花、Prime Steak 真係好好食，好嫩滑啦！尤其是咧呢啲肉，佢根本係冇處理過咧，就知道佢哋用嘅食材係幾咁靚啦。呢、這個係無骨牛仔骨、魷魚，同埋仲有少少嘅蔬菜，就包括有 mushroom， 即係嗰啲叫做蘑菇，同埋係有菠蘿。咁講翻先，頭先我哋叫第一輪嘅時候咧，就叫咗個3 H strip long， 就麻麻地啦嗰個，我就反而真係覺得 Prime Rib 係一流。雖然話任食可以任叫，即係叫多啲都可以，咁但我呢度咧都想同餐館嘅師傅又或者係經理講一講，即係等反映下意見啦。因為我都唔想嘥嘢啫。咁我頭先叫咗第二 round 嘅肉咧，我就好欣賞，當然係個 prime rib 啦，同埋呢個羊肉好有肉味，同埋係唔韌，相當之好食。因為佢刨到咁薄，其實想韌都幾難啊，應該係咪？咁同埋而家好多時去餐唔係餐館，去超級市場。買嘅啲刨咗嘅肉片，如打邊爐咧，嗰啲真係麻麻地好食嘅啫。我覺得嗰啲肉片刨出嚟咧，即係冇乜生氣咁樣。但係喺呢度食呢一個羊肉片咧，就相當之好食。好啦，講完呢個之後咧，我想講下呢、這個冇骨牛仔骨啦，應該哇呢、這個係相當之韌啊！無論係我哋燒到幾生，又或者燒到幾熟，都係好難食到，即係太過韌啦。味道係 OK 嘅，咁希望餐館嘅師傅或者係經理注意一下，睇下會唔會點樣去處理過去容易啲，個肉質會好啲。再叫下一 round 呢、這個望落去似普通燈籠椒，但係佢 menu 上高係寫墨西哥辣椒，咁唔知呢個係咪就係 from 墨西哥嘅燈籠椒咧？豬五花，我哋已經好急不及待放咗落個爐度啦。牛肩肉望落去個牛肩肉好似好乾啲啊，因為佢係牛肩。係咪即係嗰個位置係嗰、那個位置應該唔係好喐嘅喎，係嘛？咁但係點解都咁瘦嘅咧？即係冇乜脂肪，有骨牛仔骨。希望佢有骨牛仔骨係比較腍啲嘅。頭先嗰個真係唔得，不如我哋燒埋落去啦，放埋落去個爐嗰度。仲有翻翻嚟係蝦，呢個係 anchor 牛嘅五花應該。今餐真係食唔停啊！再叫多一 round 阿拉斯加卷，啊，我覺得佢呢個卷物都幾好，嗰啲飯咧好鬆，唔會實滴滴。又嚟過 prime rib steak， 實在太好食啦！無骨牛仔骨，頭先咪講話我哋冤枉咗佢嘅，其實佢燒完之後，跟住剪咗粒粒咧係好食嘅。羊肉頭先話好中意。位於史家堡呢一間新開嘅 Charco 個面積都幾大嘅，咁大概咧都可以容納到200個座位左右啦。咁同埋佢天花個樓底咧都係相當之高，咁坐落嚟咧都係相當之舒服嘅。咁佢主要嘅顏色咧就係炭灰色，咁啊較為係深啲，咁啊燈光方面係比較陰暗一，又唔可以叫陰暗嘅，但係就唔係光猛嗰種咯。咁但係咧坐喺度咧都相當之舒服，同埋都幾有情調嘅。收費方面，我哋就睇咗個 menu 好耐噶啦，咁大家聽一聽咯噃。閒日嘅晚餐同埋週末嘅晏晝，星期一至星期四晏晝嘅4:30至到晚上嘅11:30，
星期六日和假期早上的11点半至到下午的3点钟。Classic 的 menu 45个 item， 每人收费是37.99元。Premium menu 是有60个 item， 每人的收费是45.99元。周末和假期的晚餐，星期五下午的4点钟至到夜晚的11点半，星期六日和假期下午的3点钟至到夜晚的11点半。Classic 是45个 item， 每人收费是40.99元。Premium 是有60个 item， 每人收费是48.99元。今晚我哋喺 Chaco 嘅新店食得相當之滿足，亦都係開心嘅，因為侍應姐姐哥哥咧都係非常之殷勤，食物水準咧亦都係保持翻一貫嘅作風，咁所以都係相當之滿意嘅。但係正如頭先我哋喺短片開始嘅時候都講啦，咁呢度嘅位置咧就比較係南一啲，會唔會對於住喺士嘉寶萬咁同埋 Richmond Hill 嘅你哋會係比較介紹一啲咧？咁所以如果你哋係喜歡的話，可以過嚟睇睇，都幫襯一下。咁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短片的話，就希望係分享開去，讓到多啲朋友可以見得到。如果是想是支持我們的話，就不妨給多些 like， 我們繼續是支持我們 Easy Easy， 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